气，因为我刚刚想说他为什么突然用一条那个什么麦克风线，然后走过去那边是怎样？是想把我勒住是不是？他就知道了，我们默契非常好。他一换 pose，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要带我跳一下节目了。好，收下麦克风。好，就对。